我可以选择饶恕，我可以选择饶恕，但是我的心没有真正的饶恕。我可以选择饶恕，可我的心里面没有真正的饶恕，所以我必定要让我的心，你像我去爱我的丈夫，你让我去爱他，我的意志可以告诉我我爱他，可我的心是不爱他的，我要我的心也去爱他，我真实的去爱他，我真实的去饶恕，去接纳一个人，那我知道我没有真正的做到。我知道我的理性可以做到，可我的心灵没有做到。所以当我去祷告依靠神的时候，发现有超自然的力量引导我。其实不是说我依靠神改变我的思想，是有超自然的能力也同时引导我的。比如说，神会将真的将爱就放在我里面，我就真的可以饶恕那些人，真的从心灵深处做到了。我不是说我知道了，而是我做到了，我从里面做到了。所以我去见一个人，我就完全轻松了，真正的轻松。是这个意思。